那天晚上你都干了什么？放着贵的东西不拿，就盯着这块破玉木。你真的有超能力？没想到吧。玉石行业是个充满传奇的行当，所有人都相信，也期待奇迹。我这双眼睛能够看透世间的万物。你敢？都看过了。你远比你自个儿想象的要强大，你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了。你这双眼睛确实是好东西，得不到黄金条，可惜了。没想到你的胃口比我还大。那么刺激吗？放心，我们一直很专业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！吃得苦中苦，放过有钱人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别人也需要我，我能够帮助别人。继续。你站那么直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正义的那一方呀。